一百。嗯。啊，你讲你要去日本，是要去创啥？处理代志啊。我想讲吼，啊，你若去日本，你迄生活费，敢若300块尔，啊，你搁甲我的卡停去，啊，我薪水嘛无啊，你即马即敢若300块，我真正无够有用。我想讲，你靠达敢会当互我搁加一寡？啊，免来佚佗啦，一工300块已经袂歹啊。恁老爸当当时拄伫咧创业的时，莫讲300块，一工连3块都真困难啦。嗯，啊，你嘛免来佚佗啦，谁拢知影？阿公真好个。哼，恁阿公有影真好个，人恁阿公伊嘛真福气。啊！伊生到一个囝，都真功真功啊！啊，会把伊的事业发扬光大。啊，恁老爸都较无遐福气，生到一个囝都头壳烘烘哦。啊，人讲啊，都拍咧听，啊，人牵着对人行。啊，我无较严格咧，要怎用哩？300块，你家己好好啊去使用。你嘛用去员工的餐厅食饭啊？啊！出门看是要坐公车，还是坐捷运？爸，我是要去农场呢。那公车跟捷运拢未到啦。哦，啊无公司派车予你用，连加油嘛咱公司。你300块无得，还阁用涨起来啊？啊！天公伯啊，你甲看。阿爸，你个太后生啦！我真正是哦，我就怀疑我是不是阮爸亲生。